父的儿子跟他一起在那里喝酒，我不能再站着站。因为农夫起来，他们一地种好的玉米，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种出最好的吃的玉米。经过不断的征战，改良他所种的玉米的品质，果然日益精进，在每年的玉米评选大赛中都获得大奖。那名新闻记者都想写。想写一篇特别的、特别报道的，刚才就在旁边帮忙操作电脑。当他停了就按。农夫中获得不断改良后的特优玉米种子，要先有优良的种子才能栽培出优良的玉米。这个道理人人皆知。但令记者惊讶的是，这位农夫居然把他独有而珍贵的玉米种子分送给他的敌人。记者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要把最好的种子送给敌人，让他们种出来的玉米是每年都要看你命格？”农夫下笑说。好，2分15秒，对不对？